个挖空心思经商，一个福气好的实在有点儿太夸张。嘿吼嘿哈，功夫练得响当当。嘿吼嘿哈，牛皮吹得会发光。嘿吼嘿哈，我们最爱疯狂幻想。嘿吼嘿哈，我有技巧，喂喂。乒乒乓乓，是一人家呀，锅碗瓢盆都失去方向。小鸟洗脸，水气水都大声张。只有让菠萝小薇加入我们国宝特工，这样我们才能组成七合体，召唤出国宝战神爆浆火龙蛋。吹雪，菠萝吹雪，菠萝吹雪，菠萝吹雪，这是唱哪一出啊？怎么躲进山洞里啦？是啊，跟之前设计好的剧情完全不一样嘛。唉，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哦，可是这么久没有动静，菠萝吹雪不会出事了吧？哼，自食其果。嘿，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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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成比目，何辞死？嘿，只羡鸳鸯不羡仙。去一道石门，也想困得住我菠萝吹雪。嘿，看我千斤坠，嗨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奇怪，怎么还没爆啊？不是吧，竟然是哑弹。一定可以从这里游出去的。好，轰！哇！救命啊！吃人鱼啊！哎呀！哎呦！小薇，小薇，救命啊！搞定！菠萝吹雪这么久没出来，该不是菠萝小薇识破他的计划了吧？啊，没道理呀！不是吧？我们得赶快想办法把菠萝吹雪救出来呀！可是，要怎么样才能打开这扇石门呢？嘿，看我的，冲啊！哇！耶耶耶！一天切！嘿！屠龙斩！哈！
哎呀！好晕呐！啊！嘿，我铲，我铲！菠萝吹雪，你不要再浪费力气了。哼，只要功夫深，铁杵磨成针。嗯，我铲，我铲，我铲铲铲。啊！啊鸳鸯蝴蝶炮，嘿，发射！哦，哈哈哈哈！我的兄弟姐妹在营救我呢。哼，别天真了，菠萝吹雪。啊，断龙石乃是天外陨铁石所铸，坚不可摧。就算他们炸一辈子，都是炸不开的。再来，鸳鸯蝴蝶。怎么回事呢？哎呀，小果哥，鸳鸯蝴蝶炮的能量消耗过度，不能持续发射了。看来我只能用最后一招了。最后一招？没错。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儿开开，快开门呐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！嘿，嘿，哎，哈！嘿，薇姐，您练剑辛苦了，喝杯茶吧。来，我给你捶捶背，松松筋骨。怎么样，舒服吧？哼，无事献殷勤，没安好心。我发誓，是绝对的好心呢。嘿嘿嘿，那你是另有所图了？哎呀，哎，小薇，你看我表现这么乖，你就放我出去吧。我早就说过，断龙石一旦关闭，是没有办法再打开的。你是在唬我的吧？哎，你一定有办法打开石门的，对不对呀？哼，办法不是没有。快说说。只不过我不告诉你。啊，哎呀。菠萝吹雪，我先睡了。小薇，那我睡哪儿啊？你该不会是让我打地铺吧？不，我当然不会让你打地铺了。小薇，我就知道你不忍心这样对我的。你的床铺在那儿。哪儿哪儿？在哪儿？喏。绳子，小薇，你确定你没有搞错吗？没错。不是吧？你要不要这么残忍的？不残忍，你睡多几次就会习惯的。哎呀，我抗议！不睡拉倒。哼。哎呀。
终于，大家快醒醒啊！哎呀，一眨眼，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5840天，整整16年啊！菠萝吹雪，看来是出不来了。老头子，我们还是下山吧。乌衣妹，虽然我们最终没能打败东方九百，但能和你一起白头偕老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小果哥，就算你变老了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小果哥。菠萝头，当年要不是我，也不会连累你一辈子被关在洞里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下山去吧。哎呀，再见了，菠萝吹雪，永别了。小薇，快把药喝了吧。吹雪哥，我是不是快不行了？小薇，不要胡说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吹雪哥，临死前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小薇，你说吧。我把你关在活死人墓整整16年，你有没有记恨我？断龙石没法打开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我没有恨你。其实，断龙石是可以打开的。啊？什么？现在，我就把方法告诉你。方法是什么呀？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原来是做梦啊！哎，这么巧，你也醒了？三更半夜的，你就不能安静点吗？你以为我想啊？要不你睡在绳子上，我睡床。哦，你可要想清楚了。不用想，都很清楚了。那好，你可别反悔啊。嘿，我求之不得，绝不反悔。哼。嘿。哦，快睡吧。哈哈，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冻死我了！难道我这一辈子都要被困在活死人墓里面吗？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上一部的剧情不是这样的呀！什么上一部？你在胡言乱语什么呀？不要打扰本姑娘休息。上一部？哦，对了，我怎么就没想起来呢？在上一部，小薇明明跟小果丁是一对的，我来瞎掺和什么呀？
哎，可是小果丁他已经魂归天际了，接下来剧情要如何发展呢？哎呀，你烦不烦呢？再吵我就把你切成菠萝片。来吧小薇，你动手吧。啊，如今我被困在这里和死人有什么区别？我唯一遗憾的是没能出去大摆东方求败，辜负了天下水果的期望。还有我那些可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你们要保重了，我薄如吹雪先走一步了，动手吧。好吧，菠萝吹雪，我告诉你打开石门的方法，并加入你们国宝特工。真的吗？小薇，我没听错吧？不过，按古墓派的门规，你要拿一样东西作为交换。哦，快说，什么东西我都愿意给你啊。好，听清楚了。是黄色莲蓬。怎么舍不得？哼，看来你说的这一切全都是骗我的。拿去吧。好，集结战宝，将重出江湖。哎呀，已经过去七天了，洞内还是没有动静。哎呀，不晓得菠萝吹雪怎么样了。吉人自有天相，我相信他一定会想出办法来的。哎，也只能听天有命了。怎么回事？集结战宝，归位！出来了！哇，好一个在天愿做比翼鸟啊！不，这是神机侠侣。各位，好消息，小薇已经答应加入我们国宝特工了。啊，这是真的吗？哈哈，太好了，这样水果世界就有救了。哦耶，我们可以集合体啦。什么？好高兴的。咦，菠萝小薇，你怎么肯加入我们国宝特工的？因为这还用问？当然是我的功劳啊。不是因为你啊，是因为大家。这些天你们一直守候在洞外，对同伴不离不弃。是你们的真诚打动了我。喂，小薇，给点面子好吧。哼，厚脸皮。哼，好了，各位兄弟姐妹们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召唤国宝战神吧。好，国宝机甲威威，蜜桃战宝，葡萄战宝，菠萝战宝，
们杀回花果山第六层，打败魔霸天王。好，国宝特工出发。哎，东方球败，今天无论如何我都要彻底消灭你。孽子，你再不投降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。自古忠义两难全，各位永别了。